我劝你把你去接管保安部，重新训练佢哋，你要俾30万权我，方便我做嘢。老师啊，见到佢一早已经走入咗去人事部 Helen 姐嗰间房嗰度啊，我实系几快脑睇啊！系嘛，小广，你想点玩哦？祝鹏几啊，三盘两胜，恒生保险呈现，爱回家之开心速递，今晚8点翡翠台。